不会吧，不会吧！保护四阶宝林泡泡和神奇苹果百气泡，你确定他们俩需要保护？嗯，还是用一阶的女巫和一阶的地刺来保护。什么鬼？你别说，还真需要。关键是也保护不了个啥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是靠你自己吧。这僵尸打了鸡血吧？什么鬼？他怎么活下来的？还是得女巫来保护啊。苹果就是苹果啊，要不是僵尸打了鸡血，根本不需要保护好吗？下期再见，拜拜溜。